姐夫，我想吃这个。这个这么臭，有什么好吃的啊？嗯。好，你去吃吧，你想吃什么都行。他和我一样的想吃。走。姐夫最好。妈，两个人撒娇受不了，晓得吗？姐夫，啊，我没听过，你住好，龙住你家吗？去中国上学住我家？想得美。啊。你先跟你爸妈商量好吧，还不知道让不让你过去嘞。对。嗯，先去点螺蛳粉。哎，还想住我家去中国读书？大家看一下螺蛳粉，点吧。看看三妹去螺蛳粉，住得很像啊。我们俩吃，然后阿峰怕粥，离我们这么远啊。干嘛呢？云，啊，到了，我家人到机场了，我们现在赶快去接机吧。啊，你家人突然怎么过来啊？可能看到我上个视频买红旗，可能过来提亲什么的。完蛋了，那怎么办？先去接啊，先去把人接过来再说，看看他们过来干嘛。好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先给三妹去玩吧，然后我们就去马上去接吧。来来来，快点。OK， 快点走吧。走。三妹，你不能去，你在家做饭等我们。你在家做饭等我们，我们现在急。嗯，快点，云云回来，等下还修车，车撞坏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就这么一点坏了，修车就要几千块。又要花几千块？对，太难了。好，现在上车走。OK。嗯，三妹你别去，你回家。立伟，走路回。我们急着要去接人了。对，要去接人了。嗯。你家人突然怎么就过来啊？肯定是为我们结婚的事情啊。昨天他看到我们都买彩礼了，准备彩礼，肯定商量婚期或者提亲，因为彩礼都买了，还没正式提亲吧？啊，对不对？家人们又提亲了，不想结婚了。什么叫又提亲？你被别人提过亲了？没有啊，上次不是你爸妈也过来了吗？这次不是我爸妈了哦。这是谁呀、啊？家人能做主的。哦。嗯。怕不怕？怎么嫁人呢？不想嫁人了，三妹哦。你才嫁人，三妹二妹才可以嫁人呢、啊。老大都没嫁人，他们都等你，特别是二妹老是催你结婚，你不知道。没事的，不怕啊，两个家迟早是要见面的吧，亲家对吧？嗯。嗯，走。嗯，姐姐，三妹嫁人了、啊。所以说不清楚，又说中文。姐姐准备嫁人了、啊，来，这个礼物是给你的，等我回来才能打开。等一下我们一起享受。哦。嗯。OK。OK。嗯，在家做饭，走，我们走。对。拜拜。拜拜。上面拜拜啊！姐姐准备嫁人了，她说。好，你走吧。我们现在走。嗯。我们到机场了。你在这儿、啊、找到了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 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嗯，今天还比较顺畅。是啊。今天有点堵车，对，就在这里等。好，先上车吧。好好。嗯。我舅舅第一次来越南了。到了。家人们，阿峰舅舅突然时间就来了。完蛋了，干什么我不知道。舅舅，你休息一下吧。嗯，好啊。从昨天都没有睡了。嗯，是可以休息了。今天是东西放好了，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个房间以前很乱的，有点搞。对，就是这里就好了。啊，行。嗯嗯，那你去买菜吧。嗯嗯，好。嗯，不，再来一个字。皮蛋，说的。萝莉皮蛋，皮蛋，对，天空，嗯，抠眼他不知道，我舅舅先帮我准备点吃的，圆圆去买菜了，嗯，我一来就舅舅给我做饭，他做饭很好吃的，会播吗？他听不懂，来，我给你播，他不会搞，三妹还要学习，太小了。嗯，你那个横骑车买了没有？给定金了？
没有给定金，还没买。没给定金啊？不够钱，对。没给定金，那是不要买了。你现在恒汽车，你这里买下来多少钱啊？80万。80多万。八十多万，你买这恒汽车干嘛？你这里有个车，你还不拿个80多万回老家县城里面，在桃园县城里面买一套房子，不多爽啊？啊，家里面房子都还没有哎。也是。妈妈也专门跟我说了，叫你不要买这个车的。是吧？啊，一再强调，打电话跟我说了，要你不要买的。那就暂时考虑一下。新制作钱不容易了，你80万买个恒汽车，你在老家了，你在这边有一辆车了，你回去买房子了，是吧？再买个车，还在在中国买恒汽车，在中国买恒汽车，价格也便宜很多呀，是吧？你在这边买恒汽车，你两个那么贵的价格还不止。嗯，考虑一下吧，那就。对啊，你反正我你自己考虑一下咯，你反正也有这么大年龄了，要结婚的事情啊，房子的事情啊，嗯，反正其他我也不多说你什么，好吧？好。你实际上是不够钱，你要是干别的，或者说真的是需要买，你不够钱，我借一点给你也没事，那我觉得没必要买。是吧？嗯。嗯。只是想拍视频，买一个红旗车，可能流量好一点。没必要的啦。这边也不说了，反正你我主要来嘛，跟你提个醒，我过来玩一下，顺便过来看一下你这边还有没有什么考察一些什么好的事情，是吧？然后看你这个粉丝这么多，要不要做个什么婚姻介绍所？婚介所啊？给你们对啊，给你们的粉丝谋福利啊！哎，云云回来不说了。Hello， 又买了这么多水果啊！刚刚我已经买了一点菜了，我们买了多嘞，还有水果。嗯，好。菜没米了、啊。没米了，行，好，开始做饭吧。三妹，行，不说了。好，今天去你那个岳父家问一下，到时候你们提亲的事情啊，结婚的事情啊，听到没？问一下，现在，你妈妈也跟我说了，说落实一下。好，行，那个视频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家人们，下个视频我们去圆圆家提亲，我舅舅代表我。你跑什么跑？好了，拜拜。皮蛋没有了吗？皮蛋还有。再拿再过来。好，拜拜，家人们。还有我舅舅说的那个婚介所可不可以搞？家人们觉得？好，拜拜。嘣，甭看我们无聊，他自己说。过来帮我们三个人那个不好意思，他过来帮我们一起做饭吃饭，甭很懂事的。